起来启动节拍，从放肆拉扯继续飘带，撕掉那糟糕的长裙摆，总会有最好的安排，别刻意胡来。谁总在微笑的热带踩造乌云的作怪，好在站稳脚踝不算太坏。谁总在悲伤的寒带撞见阳光的青睐，难怪冰山难掩嘴角盛开。最好的安排 Why 拒绝丢开口中的 so sad， 最好的安排 Bye Good night sunset， 最好的安排 Why 拒绝期待更好的未来， Baby tell me why 有我在。最好的安排 Why 拒绝期待更好的未来， Baby tell me why 有我在。好，新郎新娘听我口令，三二一转身。好的，新郎往你的左边转一下，靠近一点。对，新郎新娘深情对视。没什么。你今天真漂亮。好，完美，保持住啊。OK。手机响。啊？手机。哦，哼。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谁呀？公司小张跟我谈合同的事情。你看他怎么回事儿？合同的事儿他不会自己决策啊？是，我这回头好好说说他。要不这样吧，你给他回个电话吧，省得之后麻烦自己。嗯，还是我家亲爱的想得周到啊。好，那我回电话去。嗯，不好意思啊。好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家休息一下吧，我给大家去买咖啡。那行，那收了吧。凤姐，您这婚纱太漂亮了，别具一格，而且我觉得跟您的气质完全搭配。您一定是定做的吧？不是，我自己设计的。啊，您自己设计的，太厉害了。我先把头纱取了吧。好，我帮你。喂，怎么了，宝宝？我这正在忙着呢。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哎呦，你也知道的，我是一直在开会，而且来杭州出差，特别特别忙。开会？你再说一遍，你在干嘛？我真在开会呢，你别不相信我呀，宝宝。我知道你生气了，你这样，我回头给你买个礼物，好不好？回头。啊？欢迎下次光临。放姐，我来拿吧，你穿着婚纱不方便。没事儿，这点我还是能提得动的。您跟泽阳哥感情真好，我都羡慕死了。未来你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人。你先回去，你回去再听我解释，好吗？你现在就解释。我，你不是在开会吗？两年了，你到底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不是，
汪泽阳，你帮我拿一下。周芳。这是谁啊？我是他女朋友，我还没有问你是谁呢。问你呢，是谁啊？他这。手机给我。啊？拿来。按密码。不是，你说密码。小张，周芳，你听我解释。周芳，周芳。我和你之间是否少了句寒暄？哪怕天气冷暖的这一个桥段，想念僵硬在嘴边，用电力就能听得见，语言幼稚的秒针。冻结，我在对比谁比谁过得多，这责怪于谁谁的煎熬，留白讽刺着懊恼，表情莫名在讨好，亲吻只一时。白白，我。为何骄傲那么重要？撞到其他都不想要，别哭啊，忍住啊，爱是最扎眼的国度，轻轻嘲笑我不成熟，追逐啊，却不啊。没退路。在对比谁比谁过得早，揣测关于谁谁的煎熬，留白讽刺着懊恼，表情莫名在讨好，亲吻至于谁谁的寂寥，时间磨成谁爱谁的毒药。为何骄傲那么重要？一句寒暄都被羡慕，爱是最扎眼的国度。天哪！大哥，哎，大哥，哎，大哥，你醒醒！你这个，你没事吧？你想死啊？你说什么？你想死啊？是你想死吧？弯道你开那么快，你有没有一点安全常识啊？
你神经病，你穿成这样马路上乱晃碰瓷儿啊，碰到谁嫁给谁啊？你想的倒挺美的，还想让人嫁给你啊？嫁给我想太多了吧你。哎，我说你这人懂不懂礼貌啊？你撞了人你还先骂人啊？会不会道歉？大姐，你搞没搞错啊？这是机动车道好吗？机动车，你是什么车啊？你是机动车，你要加油的吗？算了算了，碰到你算我倒霉啊，赶紧走吧你。神经病，穿成这样上街乱晃，可惜我的车妈，干嘛？手机给我用一用。你想干嘛？叫救援啊，要你电话。我没带。哎，又想干嘛？帮我扶一下。你一个大男人不会自己扶车啊？我手快摔断了，好吗？谢谢啊。哎，跟着我，我跟着你干嘛？就这么一条路，我往哪儿走？饿了是吧？哎，问我退休请你吃饭，来吧。谢谢你啊，我明天再到我朋友把钱还你。不用了，过了今天咱们谁也不认识谁。二位，哎，您要的酒。谢谢。谢谢。慢用。成年有五年的时间，
五年，我所有的青春、事业，我都给他了。一个女人能有多少五年的时间？我全都给他了。我朋友的生日，我父母的生日，每逢佳节，他都记得要给他们发微信，都记得要给他们送礼物。我觉得我可能是真的遇到了我人生中的最爱我的一个男人，他会顾及我的感受，会顾及所有的东西。我觉得他对我真的好好啊，怎么会有一个人对我这么好？我的什么他都记得，我做什么错的事情他都可以包容。我觉得他这个男人真的值得我托付终生，所以我自己亲手做了婚纱。当我走向他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哦，原来这个男人背着我还和别的女人有关系，而且都已经有好多年了。我今天才知道。我真是今天才知道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可怜？其实我觉得我还好，幸好我是现在发现他是一个这样的人。如果我结完婚才发现，那我就真的没有退路了。不用可怜我，虽然我本来就已经很可怜了。早点发现是好事，最近少喝点啊，祝你以后幸福。我先走了。没事，行，走吧。都走吧，都肯定有人。你好。你好。给我开两个房间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只剩最后一间客房了。其他房间也行啊，有套房什么都可以。只剩最后一间大床房了。大床房？嗯。你这附近还有其他旅店吗？不好意思，镇上只有我们一家旅社。对，受摔了。车我没什么事儿，我问题不大，但是车骑不了了。然后我还有个事儿麻烦你一下啊，我行李在你那儿是吧？明天你帮我把行李送过来，然后帮我买两部手机，然后再帮我准备一台车，好吧？啊，随便什么车，啊，好。那行，辛苦你啊。嗯，
你好，这里是110报警中心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我的未婚妻她失踪了，身上没带手机也没带钱包，你们能不能帮我找下她？请问是什么时候失踪的？昨晚失踪的。稍等一下，马上好。自己改的。嗯，那婚纱穿着不太方便，所以顺手剪了一下。你出去换衣服。你开车。为什么我开车啊？我胳膊伤了。给我的。我昨天碰到点事儿啊，然后今天回来。你吃没吃饭？想要带什么东西吗？直接发给我，给你带回来啊。等什么呢？开车呀。见过这个人吗？嗯，好像见过。哦，刚请出示你的证件。证件。证件。我没带。你们认识吗？认识。不认识。
哎，晴晴，还没到呢。他们不让走，说是要确认身份才行。行，等到了再说吧。嗯，挂了。我也接一下啊。石阳打电话了，把手机放下。那他怎么能打呢？哎呀，亲爱的，你去哪儿了？你担心死我了，你知道吗？是你报的警吗？啊，是是是，我是他未婚夫。警察同志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认识他。行了。你们可以走了。哎，非常感谢，这次又麻烦你。没事，应该的。哎，辛苦你了。亲爱的，应该的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你放手。听我解释。听你解释什么？放手。怂恿听不见啊？你谁呀你？啊？她是我未婚妻，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没关系啊，爱管不行啊。周芳，放开他。秦青，王泽阳，还找小三儿行不行？啊！秦青，秦青，秦青，哎，你听我解释。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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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安局门口，你们换个地方打。快去！来，下去！秦青，干什么你？秦青，神经病啊你！谁神经病？对了，啊！周芳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件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你跟我回去，好吗？跟你回去？谁跟你回去啊？啊？我跟你回去好不好？怎么样？我跟你回去行不行？我跟你回去行不行？行，别让我看到你。你是宋凛？我不是。不是？你们俩认识啊？不认识。哎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等一下。我先把衣服还给你，手机给我一下，晴晴，等一下啊。哎，怎么关机了？没电了。我本来想现在还你钱的，但是因为手机没电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你把电话号码留给我，等我回去以后，我再把钱还给你。不好意思啊，下次再找你吃饭。没关系，那我走了。芳姐，再见了。嗯，再见再见。那你开车回去小心一点啊，到家给我发个信息哦。啾咪。没问题。拜拜。拜拜。行了，别装了，看不见了。走，换身衣服，下一场。我刚失恋，失恋又怎么了？我今天好好带你见见世面。我太困了，我要睡觉。不认识你啊，不认识。
这还刺激吗？学着点儿。哎，猫王，发型不错啊，我喜欢。谢谢。谁的朋友啊？南哥的朋友。南哥？是。哎呦，我跟他好多年朋友了，那咱们也是朋友，来喝一个。来来来来。来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这歌我会唱，这歌我会唱。哎，这个对上，哎，这个，哎，来来来。哎，这是谁的朋友啊？南哥的朋友。南哥的朋友，这么好看的姑娘不介绍一下？不是我朋友啊，我不认识他呀。你们是不是走错包间了？走错包间？不会啊，这几零几啊？可是我们这儿没人认识你们呀，你们不会是来蹭趴的吧？我们像是这样的人吗？那你们说，你们认识我们谁啊？南哥，你把南哥叫出来。对，南哥，我就是南哥。南哥，你们到底认识谁？我认识他，是我的朋友。哦，这样，行。哎呦，你怎么坐那儿了？我才看见你，真是的。哎呦，你怎么那么坏呀？你刚才怎么不叫我啊？原来是误会。周雨林，认识这么好看的小姐姐，怎么不早点介绍给我们？左雨林，嗯，我去偷一下。哎，我陪你去。嗯，不行了，你小心点啊。嗯嗯，小心点。左雨林，嗯，我叫晴晴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很高兴认识你，我敬你一杯。来，我酒量不太好。酒量不好？你大学生啊？我大学毕业了，今天跟同学一块出来聚餐呢。你看你就是天性被束缚住了啊！你是不是五年高考三年模拟都没忘呢？哎，这样我给你取个名字。叫五三，怎么样？来，五三，姐姐敬你一杯。哎呀，别喝这个了啊，喝酒。来，嗯。我给你找到一个男朋友。哎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嗯。哎，那个宋凛，宋凛就不错啊。谁啊？宋凛啊，就是那个岛上，岛上遇到的那个男人，你记得吗？叫宋凛，他还是万丰集团的老总。身材也不错，人家可受欢迎了。他好像有一个绯闻女友，叫什么 Luna， 还是个女明星。欢迎各位莅临万丰集团创评网新闻发布会，下面有请万丰集团总裁以及著名影星露娜小姐登场。今日万丰集团总裁宋凛携露娜现身终极饭店宴会厅，正式宣布露娜成为创评网全新代言人。两人挽着手臂，举止亲密，似乎并非只是合作关系。娱乐第一线为您报道。我想去。您没事吧？进去那么久才出来。没事啊，我看有事的是你吧。我还好。我说的是这里。我进去服了，明天有事去忙吧。哎，忙啊！我还是很有眼力劲的。我先走了，困了，再见。哎，啊，什么酒啊？开车门啊？开了。送我们回家好不好？那行，我叫代驾，一会儿在门口等你们。好，谢谢啊，救命！
三儿，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，套路还挺老气的嘛，居然还说什么认识我的。我没骗你，我真的认识你。对，人与人的相遇绝对不是偶然的，上辈子咱们一定认识。那可能你们上辈子没能在一起，这辈子遇见之后再续前缘吧。你说是不是啊？师傅，麻烦你上高速、下高速、下个路口左转。哎，你搞什么？你这么晚了不回家，回公司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怕回到家里遇到那个姓汪的？没有。你今天晚上住我家，我陪你。我真的得回趟公司，我有一个很重要、很重要、很重要的文件要签。既然这么重要的事儿，那你就回去吧。师傅加点素。一会儿要不要来我家喝一杯？啊？开玩笑的，当真了。今天辛苦你了。客气，双赢的事情再好不过。哼，我先走了。我家到了，那我就进去了。那你早点休息。嗯，谢谢你啊。回去吧。感冒了吗？没有没有。啊，哥哥，你去喝点水。你也渴了吧？我给你倒点水。哎呀，你坐呀，别客气。来，喝水。哦，谢谢。哎呀，这酒后劲还挺大。嗯，青青啊。嗯，你去过那么多国家。嗯，我平时就喜欢到处旅行，到处溜达。那这些是什么呀？那是我从世界各地淘回来的饰品，工作需要。工作？珠宝设计师。哦，做珠宝设计很赚钱吗？不赚。那你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啊？这些都是我爸妈给的。哦。
代驾到了。啊，那你就去吧。啊，那我先走了啊。路上小心啊。那你早点休息。嗯。晴晴啊，你电话号码能给我吗？手机给我。那我先走了，帮我把门带上。深爱过。